课是都给你的，讲义的部分我绝对不会用讲义来来说课，所以这里面的东西你可以看，你可以尽量看，可以帮助你的啦，或多或少啦，那里面有包含到部分就是网拍，那有包含到色彩学跟那个 logo 的设计方式流程，这些有空你自己慢慢看，那如果你可以从头看到尾，也够你看个十天半个月以上。好，那这个东西我就不多说，你自己花时间愿意多看就看，那如果说你愿意多花时间看韩剧的话，那也无所谓，有空的时候记得留下来翻出来看，那我们要上课的主要内容是跟着每一个课程的章节跟单元来操作的，所以呢我会实际用直接的练习题来操作，请你跟着我做一遍这样，好。首先呢，来给各位稍微暖身一下，我要请各位稍微理解一下什么叫色彩学，色彩为什么一定要学？来，我现在教各位开这个档案哈，你看啊，我这里面比方说同一个名称的档案有两个，一个是.exe， 一个是.pdf。PDF 就是一个大量传输的跨平台格式。什么叫跨平台格式？就是说，比方对方他使用的电脑是 Mac， 那我使用的电脑是 PC， 可是我今天要传一个档案给他，我希望他看到的内容是不会变掉的，或者不会字体跳掉或图案跑掉，那我就要用这种格式传给他。那他看的时候我怎么编辑，他就怎么看。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？他可以直接设定密码跟保全，所以对方可以只看不能印，他也只看不能做复制，或者他全面全开都可以用，或者是说呢，他必须要有人给他的密码，他才开得起来这些功能。好，那这个要怎么开呢？如果你第一次按两下以后打开，就他会要求你要登录的话，不是像这样直接开的，没关系，你还有一个折中的方法，你可以按右键，然后选择这里开启档案，直接选浏览器来开也可以。那它现在有资源直接用 Word 也是可以开的，这些都是可以开。好，那假设我现在开出来了，这个功能目前来说，一般我们用到的功能很阳春，所以这些东西几乎是不会用的，你可以先把它靠右收起来。那你如果等一下打开，你会看到上面这里有一列的工具，上面这里呢有一个减跟加，就是放大跟缩小，按了减号它就缩小。它会出现这个方法，对吧？这个问题，所以应该大家等一下都会是遇到这个问题。那你按登录没用，除非你有 Adobe 这家公司的 ID， 就是你曾经有申请过会员，你才能够开通，那我知道大部分同学没有，没关系，那你就是如果一定要看这个，就请你按右键，然后直接用浏览器开，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是用 EXE 这种档，你直接打开它就是电子书的模式，你可以来这边按，你可以翻页，这样看，因为这个转换的问题，所以底纹它变得比较重，会有点花。你也可以按这个翻页，这样去看。好，我现在请你直接跳，直接是教你淘宝怎么购买，因为有一些人他如果要做网拍哈，你会想要买空卖空，那你就是要透过淘宝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，那这里是教你摄影的一些方式跟技巧啊，这里是教你做简易摄影的，这是照片的一些技巧。这一些等等，好，那我现在请你看的呢是这一个影像处理编修这一项，我们直接来开浏览器，它也是可以开，好，我们现在直接往下编译，好，我现在请你找到这里，好，这个心理测验，好，你先找好看有没有哦。放心，里面没有答案，你找不到没用。
一般来讲，我们都听过色彩学。一般来讲，很多同学都认为色彩学要好好学，对不对？那但是我要颠覆你的想法，色彩学不是用学的，色彩本身就不是学来的，色彩是一种感受，而且它会深层的影响到你的心理层面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心理会影响到你对色彩的观感。你认了这一个道理的话，色彩学你就开始可以运用。那比方说哈，我们常会听到人说，我的心情今天很 blue， 哎，为什么蓝色要代表忧郁？你有没有想过？那我相信在座一定有同学是骗笑的啊，明明我看到蓝色就很爽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要我说我忧郁呢？对不对？那曾经是有个小孩在电视有报道过吧，他就说啊，为什么一定要指定女生就要用粉红色，男生就要用蓝色？那明明有的男生就喜欢粉红色啊，比方说我今天早上来，因为之前帮我老婆买雨衣买错了，尺寸太大，所以我只好穿她的雨衣，因为那个 size 是我穿的，那刚好我帮她买的雨衣是紫色的，所以我骑在路上有很多人认为我是女孩子，那就看我看我，我说你看什么看，对啊，那有人就说，哎呦，紫色好变态哦，紫色就是变态，对不对？那有人就说不会啊，紫色明明就很舒服，很好看的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你还要再细分，紫色是什么紫？是茄子紫，是吧？是紫罗兰的紫，还是什么那个桃红的紫？就不一样啊，所以它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好，况且紫色在古时候来讲，那是帝王才可以用的色哦，平民是不能用的。好，来，我们看第一题哈、哦。你的生活很累吗？那我如果说基本上都不喜欢，请你找一个最靠近喜欢的，好吧？每一题都一样，你这四个瓶子里面哈，你就挑一个你的直觉里面，你觉得最喜欢的就好，这么简单。你如果想的越复杂，测验就越失去它的准确度。来，都挑好了吗？嗯。来看答案哈。人际关系啊、嗯，好，下好一首，好，都听好了哈，你们还没听好？好，来看哦。你慢慢会发觉一件事哦，就是为什么这种测验它有一定的准确度，它的可信度是怎么来的？有的同学哈、哦，他们比较设防，所以他有时候呢会模棱两可，或不敢直接选好。有的同学会想太多。那如果你要非常的坦诚面对自己，这种测验是必须的。那你最好能够用直觉去选，好，这样才能够最了解自己。相关的测验，如果你有兴趣，你其实上网爬文就一大堆了。好，选好了吗？这是对于爱情的处理方式。你多久没有报你家那个碰头的一面？
我前两天去世贸有办摊位哦，还有一个同学来的嘛哦，他带他儿子，他儿子是鲨鱼，他跟他儿子边走路边嘻嘻哈哈，他还会搂搂抱抱，人家有时候哇靠，这老女生呢，直接让儿子，他说他儿子从小到大他都没有玩嘛，就是转换跟他的相处方式，所以他到了大学，他儿子一定要喜欢就抱抱，好，这是一种态度。真的开心吗？这个问题啊，非常的深。有一个小朋友，他作文得第一名，然后呢，老师就叫他上台演讲。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得第一名。”老师的作文是：“你觉得最开心的三件事。”那他说：“我不知道写什么，我也不懂啊，所以我就回家把我爸爸的想法写出来。”我问了我爸爸，我爸小朋友，他就告诉我三句话，哪三句话？吃得下，睡得着，笑得出来。人有很多面相啊，虽然大家都生活在地球，可是往往我们都不是地球人。好，这是你的恐惧，你最害怕的事情。好，选好了哈。认识一下什么叫色彩，为什么要做这个测验，不是浪费时间跟你耗吗？这样对我来说没意义啊，反正你还是看到我嘴巴的媒体。要让你理解是说呢，色彩对于设计跟你现在要学软体有多重要。那到这边比较复杂的资料这里面都有，那你想要看你再去看。那我现在要额外跟你讲，我考你一个准确率可以达到95%以上的问题，那我等一下请同学